拜拜。拜拜。Спасибо за. Пожалуйста. 走吧，上车。来送大姐姐他们一家回莫斯科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到这个机场里边，然后俄罗斯航空的话应该是在 C 区的，先带他们去值机啊。有这边好多外国人，好多俄罗斯人。看，都是俄罗斯人啊，前面好多人啊，又要排队。Hello。啊，那这边买点上海特产给他们。给他们买个礼物。妈妈，普琳娜，妈妈。伤害，伤害的。哎。妈妈，妈妈，打上海接我去看，格拉塞瓦，你打的，你看，马上，打，ух ты, смотри как это。这个 food 的，嗯哼，你化妆的，还吃的。好慢呀，好慢呀，好慢呀。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东方明珠。终于到我们开始值机了，这里俄罗斯人好多啊，都在排队。托运他们不嘛？不托运他们带着不累吗？啊，都托运呗。我们现在已经值好机了，然后现在准备带他们出发，带他们去过安检了。International， 太舍不得了，舍不得了。他们饿了吗？要吃点东西吗？这边吗？太舍不得了。
时间过得好快。看这边特别方便，这个机器的话上面俄语都有啊，都可以，他们都可以自己填的，健康申报表填一下，这可以自己填的，他们都有俄语，好方便。现在考虑的特别周到啊，中国。现在轮到马德威最后填一下，填好了他们就要过海关了。海关我们进不去了。行。拜拜，拜拜。Спасибо. 您走之前，俄罗斯大姐夫和我约好，下次一起去贝加尔湖钓鲈鱼。另外，他还拜托我一件事，就是这次来中国，他看到咱们国产电动车是越来越好了，他和他的朋友都想从中国买车，问我能不能帮上忙。好，Джой, спасибо тебе за все. Матвей.娜娜还想过来看他们最后一眼，走了。啊哈，揍了，怎么了？这个是他最开心的最有名的谁？华丽娜，每年夏天都来中国过暑假呗。啊哈，华丽娜和马特比都特别喜欢这次的中国之行，对他们来说是完美的，对不对？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刚刚来了，刚刚来了就要走了，然后我们也要回晋江了，太想我们小棉袄了，赶紧回去抱抱我们小棉袄吧。虽然我们没有所有的想做的，我们做了，当然会有遗憾，但是对，有遗憾，但是这个意味着我们下次来我们没做的都做了。肯定的，还有我们约好了新年的时候去莫斯科，带米娅去莫斯科。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本来打算新年的时候去莫斯科一趟，对吗？就是过新年和他们一起。真好友。直接飞机到。对，现在要直接的飞机到莫斯科了，所以之前很多安排。对，这个暂时的离别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聚，对不对？对，下次就在莫斯科了，走吧，我们现在打车回家。送走俄罗斯大姐夫一家后，心里突然感觉空落落的，虽然这一个月来确实有些辛苦，办完婚礼后就匆匆带着一大家子出来旅游了，白天要安排好他们的游玩吃饭住宿，晚上有的时候还要熬夜剪视频，再加上自从旅游的视频发布之后，我们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当然主要都是吐槽我行程安排不到位，翻译解释不准确，带小侄子们圆梦迪士尼也被说成了是崇洋媚外，其实面对这些我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反倒是我们家娜老师开始怀疑起自己的汉语水平来。不过话说回来，俄罗斯家人们这次来中国纯粹是为了参加我们的婚礼和来度假的，视频里面呈现的都是他们最真实的反应，娜娜也跟我说这才是他们外国人认识中国最正确的方式，接下来俄罗斯丈母娘大舅哥和小罗马还要在这里半个多月，我们打算先回晋江老家休息几天，然后再带他们去青岛看海，由于西伯利亚离海比较远，所以看一次大海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梦想，这次带娜娜和小苗回国定居，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了，以后我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肯定还是要多放在刚开的门店和小棉袄身上了。